你们俩给你答答不好，是不是？那个我们不听见了，我一听马上就找到答案了。班长，你没有印象哦？三体的结构是什么？三体的结构不是一个童话故事吗？一个那个什么豌豆的逃到天上的故事吗？是啊。哪有从什么电影出来的？明明就三体的结构而已，还有电影？是吗？对啊，他不是种了一颗种子。你一定要讲得这么肯定吗？到时候。